自今年6月26日圣桑沙龙十周年后，日王牧师宣布正式启动第一个音乐动势第二阶段屠龙行动。今篇信息录制在三个月前，即今年7月4日，当时日王牧师早已预测屠龙行动将会演进到现时的阶段，而弟兄姊妹从三个多月的屠龙见证里面亦有目共睹和亲身体会。正如石安日报的屠龙记以及刚刚过去两星期的完美音色 The Perfect Song 讲座，藉着神今年赐下的石安剑进行屠龙全福音，完全免费赠送每一部石安剑耳机，在刹那间改变一颗颗心田，实现众多弟兄姊妹十多年间持续祷告的心愿，终于能够带领父母家人亲友决志信主。过往三个多月，大家可以见证众多神迹和种种无微不至的经历，实在是一份极大的恩典，为每位屠龙对象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心态上的转变，因而对信仰和教会完全改观。三个月后的今日，大家终于亲身见证耶和牧师当时对石安剑以及屠龙全福音的预测，触发前所未有的敬拜赞美和最后的大复兴。故此大家在屠龙预备上需要分外认真和更加讲究。其实每一次屠龙的过程都是多姿多彩，千变万化，完全有别于过往单单以三元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石安剑除了同样为屠龙对象带来永恒救恩决志信主外，更带来神的同在探访以及圣灵在各方面超自然的触摸，让每位屠龙对象亲身经历神的祝福医治，被恩赐运作，倾听神的声音，令他们的信仰有更快和更大的提升。过往被传者单单在理性思维上被说服而信主，现时他们却是从信心开始信仰，然后透过石安剑经历神的同在和神迹，内心不断靠着神的恩典得以坚固。当屠龙对象因着石安剑而信主，性格上的改变，信仰上的跃进，都将会在一日千里，甚至在一日间变成同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一群为信仰而认真的屠龙战士。相比过往30多年来一味怀着观察心态的初信，往往仍要花上1至2年时间才被慢慢说服，实在是天渊之别。因此在屠龙预备上，我们需要装备不同智慧，因为不同对象会有不同反应，我们亦需要充足的智慧熟练屠龙技巧，严谨执行每一个过往多次强调的重要步骤，例如甜西瓜和酸柠檬的规则，观看约战前夕自己比试耳机的照片，一同浏览经已离线下载在 iPad 或者 iPhone 的召见录仪，以及详细教导屠龙对象下载以及应用 Sion New Song Player 等。虽然每个步骤都看似微小，但却是日华牧师按住神的智慧悉心设计，我们绝对不应该掉以轻心，任意忽略。因为上述每一个简单步骤其实都会对屠龙对象的思想和内心带来完全不同的震撼，不但达至屠龙，更能够看见降龙和御龙的惊人果效，诞生一个又一个感人见证，令每位屠龙对象都受感流泪。当大家完全依照上述步骤执行，将来大家将会见证这种跟进果效所产生天渊之别的差异，每位初信在信仰上都可以拥有一日千里的跃进，以及态度上出现自然不同的革新和转变。始终过往初信维持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单靠每星期参与一次家聚和一次主日聚会，相比之下远远不及今年神仙赐予我们石安剑的祝福。每一位被屠龙而信主的初信都是每星期7日朝思暮想，爱不释手地聆听令人感动的石安新歌。自从石安剑出现之后，单单经历数十分钟的屠龙接触，藉着甜西瓜石安剑聆听一首石安新歌，再用心看过注剑录的影片之后，每位初信都会因着经历神的同在和安慰而为神深深着迷，自发地寻找神敬拜神，将会是前所未有以及一日千里的信仰经历。只是
若然有一些人自以为聪明，将过往主日教导屠龙的步骤任意修改，轻率忽略，就完全没办法得到屠龙上的原有预期，能够单单藉着石安剑和石安新歌去跟进，以轻易由屠龙变成降龙，再由降龙变成御龙的惊人果效。石安剑和石安新歌实在是当今世上音响界和音乐界花上数以亿万金钱都未能够达到的奇迹，神却赐予我们石安教会在人类历史最后一刻成为帮助世人在信仰超频跃进的礼物，令我们在跟进的时候，每位初信的信仰都可以一日千里。这些初信经过指定屠龙步骤，被降龙和御龙，自然就更急不及待想进入教会，认识这位超乎他们意料之外如此真实和伟大的神，甚至自发地与我们一起参与屠龙，成为战友，彼此互相勉励，心被恩感，珍惜信仰，一起敬拜神。的确，屠龙过程里面，我们越能够掌握各种智慧，做足各项步骤，灵活运用不同工具，就越能够以最浓缩的方式，最短的时间，为屠龙对象带来最大的震撼。虽然只是一小时的接触，或者是一晚的完美音色讲座，但是撒在他们身上的种子，甚至远胜以传统传福音和跟进模式花十多年时间栽种他们。现在神赐下石安剑这种超然的属灵兵器，只因人类历史快要结束，时间已经不多了。透过完全免费赠送的石安剑耳机，只要屠龙对象带着被震撼的心态进入教会，他们就会更容易被跟进，不论学习、态度或者行为上，都会急剧改变和提升。因为每一次专业和精湛的屠龙过程，都让他们彻底被震撼，见证两项音乐神迹都由一间教会完成，就是18年间源源不绝超过1000首全音域石安新歌，以及播放出世上前所未有全音域音乐的石安剑耳机。而且不论下载1000首石安新歌或获得天籁之音的石安剑耳机，都是完全免费不收分毫。屠龙对象每一次聆听石安剑和石安新歌的时候，不单止进入了石安的音乐世界，他们的内心亦必定展现了另一种超乎物质的真实世界，就是神的真实，神是掌管世界万有。这种短时间产生的震撼是他们一生从未试过，亦为他们留下一道美丽的着痕，美好得令他们永不回头。这种方法和传统的传福音和跟进模式实在是天渊之别。过往三个多月，又华牧师按住神的带领不断提升屠龙装备和模式，例如动接约20多万元举行的约战前夕试耳机盛会，为期10日全教会参与的万剑齐发行动，悉心制作铸剑六二歌剧版，以及接下来取代各个家聚每月家聚全福音的行动，由策略区每个月固定举行的完美音色讲座等，目的就是令大家所撒的种子产生更加果效和效率，事半功倍。大家要珍惜善用，带着智慧趁时而作，使屠龙对象更被震撼，释除心中的疑难，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这短短数十分钟的屠龙过程会为大家带来永恒的重大奖赏，甚至超越过往30多年旧有全福音以及跟进所得的果效。在最后的复兴里面，石安剑是神给予我们的惊世武器，大家必须 100% 完全发挥石安剑的威力。按住神给予日华牧师的感动，日华牧师预计未来一年里面，大家将会亲眼看见石安剑的惊人程度，足以令全球音乐界、音响界产生前所未有的蜕变。